今天是5月9号2020年，那燕光老师要教天晴如何讲他卡片上那个母亲节卡片上的文字给他的妈妈听，那他现在要跟着我一起念，准备好了吗？好，亲爱的妈妈，亲爱的妈妈，祝您，祝您母亲节，母亲节快乐，快乐，我爱您，我爱您，天晴，天晴，敬上，敬上，敬上。上对，讲得好棒哦！来，跟老师 five， 好，